北京市又有八例新冠肺炎患者，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，符合出院标准，于2月11日先后从地坛医院、右安医院、昌平区医院、门头沟区医院出院。八名患者中有一名男性，七名女性，年龄最小的4岁，年龄最大的66岁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